现在也不会觉得自己是有多幸运，其实是这样，因为这一路走来，我都记得自己非常清晰的脚步。如果我没有选择这份工作的话，可能现在还是会在倩云旁边。觉得最正确的选择，并且也是可能没有太多的犹豫的一个选择，就是签公司，对，成为一名演员。我可以陪着他们，就是像姥姥这种将要离去的人，我都可以亲眼见到他们最后一面。我背通告背到两点，我第二天五点我照样起来赶通告，为了争取一个机会，我喝酒喝到胃出血，我照样能对所有人笑。我为林不息的见到我跟我最亲爱的人一面都没有见过。我突然觉得这些情绪我都可以发泄在戏里，然后一下就释然了，但是还是心里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疙瘩还是会在。有拍一个跳水池的戏也是不停的在那边。好，我不是怕水，我是不能让水，就比如说我可以站在泳池里，但我不能滑进去，就我怕我脚底一滑我整个人倾进去，我怕的是那个。很给你敬业的那种很拼的状态。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这样吧，演员，就是你该跳的时候就得跳。那时候天已经很冷了，在泥水里面我们大家都在爬，特别冷，都是在发抖。看那个别的女演员，包括热巴，嘴唇都有都发，说话都是这样的。这姑娘我真的真发自内心的喜欢，真的很敬业，而且呢从来没叫过苦。我觉得还不如这个再来一遍呢。那我再看我。抽打他的第四天，他跑到我房间里去了。导演，打我的戏还有多少场？因为演员也不知道，导演也不知道他打到哪儿了，因为我一直没有吭声，因为我觉得下面都是人，他们特别辛苦，在太阳下暴晒打中午的，所以没有讲。我咯噔一下子，我觉得一定有问题，我没说话，我说你过来。后来就一下一下都抽到自己。孩子，因为我是做母亲的，我就把他那个裤脚拉起来。哎呦，一道道的鞭子，遍体鳞伤。从第一天开始到上戏，从来没有一天休息过。每次都是，也是都会紧张，会一些努力，挺佩服她。一个女孩，因为她很瘦。好像要从第二、第三天吧，我们就去拍那个格斗的戏，然后我打得比任何时候都好。身上有伤的话，因为海水是比较，对，身上有伤就是很刺痛。拍戏的时候我会忘掉这个，就是撞到哪里或者把哪里割到啊，然后拍完之后隐隐作痛，就有腿像现在好像有疤，就是当时可能没有做及时的一些处理。对自己有一个展望呢，就某一天自己可以走上金鸡颁奖。每个演员应该都会有这种梦想吧，只是还需要努力。荣获观众最喜爱的新人女演员迪丽热巴，恭喜！L 年度人气偶像迪丽热巴，年度最具人气电视剧女演员迪丽热巴，2018优酷 YC 盛典，星球超人气偶像迪丽热巴。谢谢。其实幸运还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不是说我坐在这里啊，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就肯定会有好事来找我，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不幸运，但是一定会自己去创造幸运的。那当时有受伤吗？有肿吧，就是有一点点肿，然后但也还好，就拍半边脸，一边脸就拍不了。然后一直到我们第三天差不多要拍一场我出场跳舞的那场戏的时候，要崩溃了，就特别疼。他就是其实那天晚上就已经脚后跟挨不着地了那种，但就没办法，就坚持下去了。当时在那一家里面体验，然后当时我体验那个村里的那些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嫁到那体验那一家人的媳妇，就已经入乡随俗成，就是成那样子，然后每天都要下地干活这样。所以说有一些东西像生活上他不可能写那么细致，说哎，慧珍在走路的时候会这样，然后吃面的时候会这样，所以
这就需要演员自己去丰富嘛。差不多是从2013年中差不多就一直在工作到现在，所以说就是抠着过日子，抠着过日子，好让人攒钱，就是抠着过生活。这3年好像确实是无休，对，属于无休状态。演员就是来挑战的嘛，你就是要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去给别人看的嘛。如果说我觉得哦，我怕我可能做不来，因为我尝试都没有尝试，我觉得我很害怕我可能做不到的话，那我觉得还挺不刺激的。我们约定好不好，你要一直这么可爱，这么努力，这么阳光，这么善良下去。这5年来你们陪我一起经历和见证了很多我的成长吧，非常感谢爱丽丝们对我的支持。因为已经6年了，能够陪伴一个人6年真的是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你们都是我眼中最了不起的人，希望我们可以度过下一个5周年，不对，下一个10周年，下一个15周年、20周年、25周年，那我应该很老了吧。然后我也会努力加油，成为值得被你们支持和喜欢的人。然后非常谢谢你们，真的谢谢。希望他能够爱惜自己的羽毛，对，其实他真的可以驾驭很多很多种类型的片子，他会是一个了不起的演员。你是谁啊？我是唐娜的第二个人格，倾城参见公主，你叫我林晶就好了。我就是管小的孩子，小林，小女公孙俪，我叫苏玉清。夫婿恭喜大师兄，罗兰王女安心，九耳狐之后青丘白凤九，如歌，我叫如歌。你看清楚了，我是高文安娜尔汗。大家好，我是李慧珍。我是迪丽热巴。